来啦。哎妈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这个鸡蛋就别吃了，容易噎到，给我吃哈。没事吗？还有菜。鸡腿哦，别动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害我妈是吗？我妈牙刚换的，你想把她牙磕掉是吧？她怎么能吃鸡腿呢？真是的，妈你别吃，给我吃哈。你看儿子对你多好啊，多孝顺呢，牙磕掉可不好。来妈。吃这个笋尖可是有好吃的。等一下，还有没有菜啊？这不有这么多菜还不够吃呀、啊？这哪是吃什么菜啊？这鱼菜怎么吃？这鱼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。不是啊，你没看新闻啊？这鱼怎么吃啊？这鱼不能吃的。妈，你看就一个菜也不够吃啊？要不这样，先把你儿子喂饱啊，儿子先吃哈、啊。好你个自私鬼，自己亲妈都不放在眼里。今天必须好好收拾你。哎，老公，你看家里的钱都是你挣的，这个应该也不够吃吧？叮叮叮，是啊，老婆，这个好像你吃不饱。吃不饱哈？嗯，来，那个妈，你别吃了，你一把年纪了，少吃点。全部给我老公啊，来，老公多吃点哈。那些你都给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等着啊，还有好吃的。妈，那我吃了啊。怎么你还会不好意思吗？臭不要脸的，都说养儿防老，可这臭小子却在防我，哎，悲哀啊。老叮嘱我干嘛？放心，我不会不好意思吃的。哎呀，妈，给我拿纸。喂，妈。你吃这个、嗯、哟，真的这么好吃的？嗯。哎妈，你别动，你保卫儿子先看哈。哎哟，上海青呢、啊、对对对，你儿媳啊真会替你考虑，上了年纪就多吃点青菜。儿媳啊，上海青怎么吃？你不吃啊，就先吃个香蕉吧。吃一根的总比饿肚子强。妈，给我来一个。怎么香蕉你们也抢着吃啊？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婆婆种的香蕉就是不一样，吃着好上头啊。你俩慢慢吃你的香蕉吧，我要努力干饭了，嘿嘿。惊呆了。老婆，今天这个笋呢、啊，配这个米饭来吃啊，特别好吃，还不错。看得出来，一大碗都被你吃光了。你别笑，我们又不眼瞎，不好吃，谁会吃一盆？妈，吃饱了，那妈你吃，吃。来，妈吃。来呀，吃嘛。三个来。嗯。是吗？大烧鸡。给我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，妈，给我，给我，我不是吃女儿也就算了，还欺负到妈头上的，我可忍不了。妈，你快吃啊！哥哥姐姐们觉得我做的对的，支持我的，帮我点个小红心，快吃妈。嗯，猪儿子偷偷摸摸的想干嘛？哦。这下可就万无一失了。好你个臭小子，又想吃独食，今天伪娘要给你好好上一课。饭点的人呢？吃饭的人呢？来了来了。没人来等下我全部吃了。老婆，今天啊我们玩个游戏，我妈做中间人，等又说我吃独食，今天先选的后吃，你先选啊，那你先选。今天真好，你先选吧。叫你先选你就先选是吧妈？那你先选，你选的。你先选。好吧，那我就选你前面这个绿。老婆啊，你看这个牙签都露出来了，这里面肯定有烧烤，还有你喜欢吃那个淀粉肠。哦。你选这个，选这个白的。妈啊。
看没有，我妈叫你选的是白的。你可真会忽悠。那我就选这个。确定了？嗯。先选后吃，那我先吃了。哎，嗯，怎么有鸡蛋呢？还有我最爱吃的炒饭。那我先吃了。你可真会演啊，咋不去当演员了？妈，你这个鸡蛋特别好吃，你下次啊多煮几个。下次多煮几个。看到没有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。是宝是草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妈，你饿吗？嗯，来，你吃个香蕉。这儿媳没有白疼。婆婆种的香蕉就是好吃，而且很有嚼劲。阿翁，看这个外婆菜炒蛋感觉很好吃，那个我还没吃饱，要不你分点给我吃吧。哦，这个我都不够。哎呀，你得吃这个好吃的，妈给你准备了好吃的。是吗？对。这里面好吃的，但你吃饱了你吃不下呢，是吧？有道理，老公真会替我着想。妈真香啊。不行，有人在惦记我的炒饭，我得抓点紧，吃到肚子里才踏实。妈，这个外婆菜炒饭啊真好吃，有长进。这个呀，外婆菜你买的呀？可以，能吃这么多吗？你别笑，好吃啊，我吃饱了，跟你们吃。不行了啊，哇，大烧鸡。大烧鸡啊，我的赶紧跟爱情我还行啊。 Hello 家人们，觉得我婆婆做的对吗？如果觉得对，给我们一个小红心。哎呀，你干嘛？臭小子，又欺负我儿媳。兄弟，放这里，赶紧的。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来，鸡妹妹呢？哦，我只吃大份。哟，妈，这稀饭好像不太够哎。不够啊，你别给他吃。快点，听到妈说了没有？你的也给我吃，快点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给我留一点。给你留什么？你又不赚钱，吃什么吃？真是。这臭小子太霸道了，一点都不留。我今天得好好收拾收拾你。妈，那我吃什么呀？你等着，你就等着吧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你这个外人，他才是我亲生的，知道吧？我每个给他先来上一口，我看你还怎么吃。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来，看看这副嘴脸，当初真的是瞎了眼。来，你吃这个，你别笑，妈。这是给我做的呀。妈，这怎么？焖的排骨啊？排骨啊？别动啊，有排骨，当然给我吃，给我，我的。妈，包给我的。什么包给你的？你这个外人配吃吗？他才是我亲生的，当然给我吃了。拿过来，这样，你吃这个包子，我再稀饭，稀饭给你吃，给这个榨菜。我也想吃排骨。你吃什么吃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你是外人。还有啊，生个孩子不会生，吃什么吃啊？你配吃排骨吗？吃不吃？什么叫不会生孩子？那四个女儿难道不是我生的吗？哎，妈，那我吃了。等一下，叮叮叮！哦，你别笑。对，这里还有个外人。真香啊！一股他的口水味，哎，吃吧，总比饿肚子强。那我先吃根香蕉吧。那你不吃啊？尴尬了。
自己家里种的香蕉就是好吃，软糯香甜有嚼劲，要不是待会要吃排骨，必须来上个十根八根的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老公，你吃点吗？这个榨菜可好吃了。我才不吃呢，你想让我吃饱，然后我排骨吃不下，分你排骨吃啊？想得美，快吃，快点。哎，好心当驴肝肺了，不管你了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弯人骨的。这个榨菜吃起来鲜嫩爽口，它不光配包子馒头好吃，配上这个白粥也是不错的。你是几百年没吃过东西啊？吃个稀饭包子把你吃成这样，吃这么香，后悔了吧。你不懂，这个榨菜呀配着稀饭跟包子吃真的很好吃。烦死了，这菜不错。我干谁稀罕了，隔着砂锅都能闻到肉香味，待会我要馋哭你。臭小子，好戏马上开始了。哦，吃这么干净，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我要吃我的排骨了。哼，土豆啊，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有土豆啊？天天就这个炒饭吃。哦，麻烦你做菜能不能用点心呢？怎么了？怎么都是肉啊？这不是你爱吃的吗？我是爱吃，也不能让你这么造啊！这什么家庭也会被你败光啊！还有啊，素菜没有，这看着也吃不下。不是啊，不是我端走了。哎，算了，做都做了，这样吧，你再炒素菜，配着吃。好吧，哎呀，也不能体谅一下，一个男人在外面赚钱多不容易。哦，不狼子，子啊，你的豆皮好吃，好吃吧？我觉得这应该放点糯米炒才更香，是吧？做菜有点心，一天到晚，你不知道男人在外面赚钱不容易啊。不是不是，这菜挺好吃的，我喜欢吃。我都不够，这个吃空口要吃。
你这个傻子还想上桌吃饭呢，外人。干嘛呢？真是的。干嘛你想上桌吃饭呢，外人。来，我只吃。哦呀，都给我吃吧。嗯。都是我的，看怎么看了、啊。这也是给我儿子吃的。又是给我了。你俩今天是什么意思？那我吃白米饭了。要吃米饭肉吃吗？妈，好像不够啊。不给，都给我儿子吃。都给我吃，拿过来吧。妈，那我吃什么呀？你等着。你就等着吧，他才是我亲生的，坏人。嫁过来八年，女儿生了四个，在你眼里还是个外人。屏幕前的哥哥姐姐，你们说说还能远嫁吗 ？Hello， 婆婆怎么还没来啊？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来，你吃这个。哦、oh. ，给我准备了好吃的呀。真的准备了好吃的。要不是婆婆这么好，这个家真没办法待。是啊，我待会再吃。待会再吃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妈，也准备了一份新菜啊，吃吧吃吧吃吧，这是好吃的，吃。妈，怎么是一盆生的上海青呢、啊？怎么吃啊？怎么吃就这样吃呗，妈啊、哦嗯，爱吃啊，不吃拉倒哈。到碗里来，安全点。妈，还给你留点来，没门。婆婆怎么突然也变了？平时可不是这样的啊，看来今天真的要饿肚子了。今天的菜还是很合本王子胃口的。对，你在外面吃什么吃啊？这么好的东西。儿媳妇别怪我，最近这臭小子老是欺负你，为娘都看在眼里，别急，婆婆后面有大招。哦、拿刀的看怎么看了，我看着是不是刀子。熄火了，我叫你给我晃着。嘿嘿，你还别说，这个笋尖炒肉还挺下饭，可惜有人吃不到。啊，这笋尖呐，配着米饭吃啊，真好吃。晚上我还要吃，你再给我炒一盘。嗯，这个他炒的，你炒的，听没有？晚上还要吃。嗯、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还这么凶。嗯，儿子吃饱了呀？嗯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要去你吃。妈，吃青菜我吃不上。哎呀，吃吃吃吃吃！哇，大烧鸡、啊！大烧鸡啊！大烧鸡给外人吃，给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你要再敢欺负来宾，你就别进这个家门。是什么？鸡吵架第一天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再来。番茄炒西红柿啊，这次给我儿子吃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才不稀罕这番茄炒西红柿了。肯定还有好吃的。还有豆皮，来豆皮、啊，这个也是给我儿子吃的。也是给我的妈。这豆皮不是我最爱吃的吗？哼，还有蛋呢。蛋我喜欢，就是给我儿子吃的。都给我吃好吗？吃什么？这是怎么了？妈，那我吃什么呀？你等着。婆婆还是疼我的。你就等着吧，妈，好吃的都给我吃了。他才是我亲生的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知道吧？他才是我亲生的。哼，妈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你等着吧，
你这外人怎么能跟我这亲儿子比了？我也好想吃这豆皮拌饭呀。哎，你吃这个。妈，给我做的什么好吃的呀？砂锅。排骨，好香呀。啊，排骨啊。排骨，别动，给我吃排骨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挂了线了，我的。挂线是吧？对，过去，过去，滚过去，过去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怎么这样？妈才是我亲生的，怎么这样啊？你先去吃个米饭，来，这个给你吃。妈，这里面是那个牛排还是羊排啊？给你有点像猪排。猪排啊，哈哈，我最喜欢吃猪排了。是你自家兄弟的排骨还这么开心，人才啊。真香。今天的豆皮炒得好好吃。今天便宜你了，哼，但是啊也没我的猪排好吃。妈，我好饿，我们吃吧。别动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还个外人。哎呦，好烫。瞧你个傻样。哎呦，来妈，我们吃个香蕉。嗯。老妈种的香蕉就是好吃，苦中带甜，越吃越上头啊。这猪排搁着砂锅都能闻到香味。哦，妈，你吃饱了吗？没有。婆婆还在长身体，可不能让她饿肚子啊。你别笑。不给我吃拉倒，待会我的猪排骨头都没有你的饭。这豆皮搭配的米饭可真好吃，吃起来香辣入味，也不知道米饭够不够呀。哦，儿媳可真会做吃的，这豆皮不光拌饭好吃，单吃也不错的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吃完了？还想吃？没有了，被他吃光了。你可别想打我猪排的主意，我都不够。都吃光了？耶，你又没来？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吃饱了，我要吃我的猪排了。哎呦，有点烫，帮我拿下卫生纸。来来来。啊，你自己不会拿呀？就在你那里，帮我拿去，拿过来，快点。晚上叫我拿，白天也要我拿。啊，吃我的猪排啦！我残酷你。哎，什么情况？鸡骨头怎么是骨头了吗？肉呢？我肉了吗？天天欺负你了，我还想吃肉。妈，我们看电视去。哇！老公吃饭啦。来啊！我坐哪吃啊？坐你头上吃啊？啊！一点规矩都不懂。你家男人都还没上桌吃饭，你上桌吃什么饭呢？真是的。这什么玩意？虾排骨。怎么都是骨头啊，没有肉啊？不要翻啦，妈在啦。你总翻妈怎么吃啊？妈大老远的好不容易来一趟。他来干嘛呢？在乡下住得好好的，不住，真是的。送菜呀。送什么菜呀？我是自己种的萝卜青菜啊，那也便宜啊，送的白送。这什么呀？鸡腿。鸡腿啊。不是啊，你这鸡腿怎么卤的？怎么都是一个味道啊？你干嘛每个都吃一口？一个锅里的肯定是一个味啊，难道还是四个味啊？站着。妈快吃。这虾好吃。来吃虾。
别吃，这就是晚上下酒，这下酒好。都是骨头，都是骨头。哎呀，没有加饭菜啊？这不是吗？这水还不错，又酥又嫩，怎么跟我们家这个不一样啊？那肯定不一样啊，这是湖南的特色，糯米笋。湖南的。对，这个我也爱吃。哎，你别吃，这我喜欢吃。下饭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吃独食，我跟妈就不要吃了吗？啊，妈大老远的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就这样对你妈了？你不自私鬼！对，打得好，走，妈，我们去外面吃。臭小子又在抢儿媳东西吃，哎，拿来吧你。好，为娘就帮你一把。你干嘛？妈，我吃饭了，这是我儿子吃的。哼，给我吃的，你是怎么吃啊？我这是米饭够吃吗？妈，好像不够啊。都给我儿子吃。都给我吃。你个外人吃什么吃？哼，真是。看到没有，他才是我亲生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女儿都帮你生了四个，你们家既然把我当外人，屏幕前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来评评理，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？我又不是属狗的。来，你吃这个。妈，哇，这么大一盆呢。这么大一盆呢，妈，你准备什么东西啊？别动，我还没看呢，你过来看什么看了？真是的。一颗小土豆啊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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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好坏。妈，这土豆怎么吃啊？哎呀，你要是饿了就吃点水果。吃啊，叔叔，还是吃点吧，总比饿肚子强。哎，这啥呀？啥呀？哎呦，不错哦，自己种的水果味道就是不一样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不是，有这么好吃吗？还感动了是吧？好吃啊，来再吃一个。妈，你吃吧。哎，你们爱吃吃，不吃拉倒，本王子没时间搭理你们了。今天这个豆皮拌饭还真不错啊。来吧。儿子你干嘛呀？我要饭呢、啊、要饭。What? 饭打给你了。都打给我了。你这么多米饭你什么意思啊？真是。下次多吃点知道吧。老公，你这豆皮也好吃吧？好吃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都被你吃了，你还有脾气呢？这么会持家的老婆，臭小子还不好好珍惜。没吃饱了呀？没吃饱，你这么多米饭。开心打开来，里面有惊喜。惊喜了嘛？就是一个土豆。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呀，妈，我真的有惊喜啊！这钱哪来的呀？什么钱呢？我的猪肉钱呢？我的猪肉钱凭什么给的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看你个自私鬼！这个嘛，走，我们吃好吃的去。哦！来，菜来了。哦，快点了，这么慢，磨叽的。这不是来了吗？啊！来，洋葱炒蛋。不是啊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吃饭也不知道吃问题了。哦，我怕饿肚子。你站这来。这是去哪呀？没站脚呀？不是，我寻你回来干嘛呢？还有我寻着肚子是吧？
请我回来干嘛的？这是啦，烦死了！来吧，吓我一跳，一惊一乍的。这玉米根还不错，你赶紧跟哥哥解释介绍一下，知道吧？知道了。我就拿出了啊。妈，吃虾，这个虾呀不蘸料也很好吃，快吃。哦。妈，你们走，我们看电视去。你，把碗举了。